包一点红包，然后看我的歌星的名单，就是 program list 这些，就看一下我包的对吗？还是对？还有就看一下那个 invoice 开的对吗？然后够不够红包？不够的话就再添加一点，这样对，还是会带 extra 下去啦。这个是我第一次自己主导整个歌台，所以就前拜一下在家里面，就希望全部都顺顺利利啊。从里到外真的是自己一个人在做，所以真的兴奋也紧张啊，对。他只是跟我说需要的步骤是什么，然后就让我自己来了。他其实真的是他蛮放心的，他就是说有事情我会找他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金银香所以因为我不太熟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下。小金子那个桶。OK， 谢谢。我们拜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就要烧香，然后要叫土地公保佑我们顺顺利利啦。OK，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找不到那个金桶啊，所以我们不可以在这边烧啦，我们只是就拜一下，然后给他顺顺利利这样。对。Hello， 爸爸。Yeah。那个。Everything okay or not？ Okay，all the 歌台 okay。All the singer, all the singer, all on time. Yeah， 你就是我们将来的那个最年轻的台主。没有啦。OK。真的是一个成功的第一场，因为这边的理事呢不会要求我喝酒吧，因为很多长辈吧，他们就真的是打交道都是靠喝酒，所以这个七月的话我还是会跟爸爸，就让我爸爸可能把我介绍给他们吧，这样真的是谢谢爸爸，我可以了。来讲，在一个23岁大学生能够接受这个歌台文化传统，而且发扬光大，是很高兴。我也希望他这么年轻能够一直接下去，给这个我们的歌台文化一直一直传。现在爸爸回来了，所以有什么事情还有爸爸，这样就不是一通电话，而是他在旁边，说没有这样紧张啊，就是有爸爸在背后支持，这样啊。真的事情发生，我也都会帮他解决的。有些从小看他长大的啊，他知道阿瑞的女儿，阿瑞的女儿啊，他舞台的责任交给他的千金。